两个都没闪，这波小钻打得挺好的。三十九刀，太难玩了，这紫核玩不了啊！打野还是暴女，抓都抓不了，咋办呢？细空了有点可惜，我还行吧，我以为他们人来了，他怎么一个人就搁这上来了？好肉啊这个人，哎，这里面怎么还有眼的呀？不是扫过的吗？人家又点了一个，他们又点了一个，行啊，他们好像能全杀哎，人马一下，好的，罪恶的一生，我太罪恶了，我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不是你没闪，我靠，他们比我还罪恶，兄弟，他们也有问题。什么鬼啊！这个日子，这日里放个大招干什么？
GG。 哇，这个英雄还挺爽的，我之前没感觉到，谁再选一再跳我对面，我就用这个跳他，对线完全打不了。多少分啊？29分算高吗？哇，我应该加个33。